有空堂的下午，是时候找个去处，多走两步会中暑，渴望冷气的舒服。莫名很想弹吉他，肆无忌惮的耍，算来算去只剩下一个地方，大礼堂的楼下，我又在 finger style。渐渐逼近的步伐，带着危险的节奏感。他无视地看了一眼，按下某种开关。隔壁突然传来贝斯声响，只顾自己爽。